凯迪拉克 CT5 售 27.97 至 33.97 万，网友20万咬牙考虑。11月18日，凯迪拉克旗下全新中型轿车凯迪拉克 CT5 正式上市，新车定位中型 SUV 车型，官方售价为 27.97 至 33.97 万元。对于豪华品牌中级车来讲，外观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卖点。以 BBA 三款车型为标杆来看，目前全新一代三系和改款 A4L 的造型较为时尚和大气。对于凯迪拉克 CT5 来讲，其造型并不输 BBA。 CT5 整体造型设计来源于凯迪拉克 Escalade 概念车，其扁平宽泛的前格栅依然延续了家族化的设计语言，新车大灯更加窄小，更加犀利，同时 LED 日行灯采用了上下分段式竖向结构，有着凯迪拉克自身独特的气质。在细节造型上， CT5 浑厚的方向盘搭配一个 V 字形的镀铬饰条，看起来档次感不错，但是缺乏设计感，并且显得有些笨重，缺乏 BBA 那种灵动和轻巧的视觉感受。中控部分， T 型的中控大屏和一排排按键显得中控较为复杂，非常缺乏科技感，并且整体造型也缺乏高级感。虽然相比过去凯迪拉克车型内饰造型有所提升，但是相比 BBA 特别是全新一代三系的造型来讲， CT5 的内饰还欠缺不少的豪华感和档次感。